但我灌醉下来，整个荆州城都要生灵涂炭。兄弟们，这骊山妖孽多，我们先休息整顿一下。你们都打起精神来！是。 我们得带迈尔先走。 没时间了。 梅尔茶饭不思，欲寻短见。下一步您看怎么办？
看好他，待到五日之后的血月之夜，我附身于他，届时整个天下的命运也都由我来掌控了。那两人不像其他妖怪那么低级，怎么你还看上了？看起来还不错。我说，以你的这地儿到底靠不靠谱？今天这地儿，我一定。你们高兴什么？是我给你治好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往下看。哎呀，不是让你看裤裆，看水缸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要不要每次出现都这么经典啊？臭小子，老夫真的在闭关修行，所以只能以元神出现了。你们就凑合着看吧。师父，你本肥妖，不要肆意在万妖城当中行走，你应该给自己增加一点妖气，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。还有啊，就是喂喂，小孩，你谁啊你？我叫司马刚。师父，别动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就是这个味儿。有情况，这边。就是他们，味道没错。追！你们是谁？你们是为了救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狐族频繁发生失踪案件，所以我和小荣特意精心打扮，为的就是引君入瓮，好抓个活口，调查他们到底是何方妖种。圣主，这俩妖样子陌生，你看他们话吞吞吐吐，磨磨唧唧，一定有问题。我看还是请他回去拷问一下为妙。哎，这个逻辑说得通。好，小荣，绑起来。喂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像在这个地方，哎，闻到了麦尔的味道。哎，你这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？我这不是怕你鼻子还没恢复呢吗？我鼻子没完全恢复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？得了吧，你自己跟雷震撒架的时候受伤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喂，你这么讲就不道义了吧？我跟雷震能打架，还不是因为他说你智商低啊？哎，不是，你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单挑啊！走啊！走！行了，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在这儿还给我演？走。起来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啸天，我叫杨戬。杨戬，杨戬哥哥，你救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啊？别有用心的是你吧，大姐。哎呀，管他谁先别有用心呢，我看圣主。喂，你们跟那妖精是不是一伙的？美女啊，你用你大脚趾的智慧也能想明白，那肯定不是啊。嗯，这逻辑说得通啊。
那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如放了你们吧。不过呢，你们就算出去了，你们出去做什么呢？不如你们留下来跟着我。喂，大婶，给姥姥请安。姥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呀。启禀姥姥，这俩人破坏了我们活捉敌人的计划。哎，你，呸！姥姥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喂，喂，这里有媚儿的味道，你真的确定吗？我不确定。说什么呢？闭嘴！是两位救了我家玄机啊！既然对狐族有恩，玄机又喜欢这小子。哎，你也看出来是不是？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。那就先奸后杀吧。喂，老实话，要不要这么狠啊？野狗，休得放肆！你讲什么？休得放肆！我问你前半句讲什么？野狗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得办正事呢啊！不是，还好我是只狼。姥姥，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。拖出去，杀了吧！误会啊，绝对误会！你们倒是说说，怎么误会了？说，快说！这样，你先把绳子解开，说话行不行？话说啊，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我和我的狗小天去散步，走着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万妖城。嘿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圣主？我？玄机姑娘，你可知道我对你一见钟情？其实我只想要一个你的联系方式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傻，我看到玄机姑娘有危险，所以我挺身相助，破坏了你们捉拿妖犯的计划。如果你们要杀我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反抗的。这逻辑说得通啊，姥姥。好，既然你不反抗，就拖出去杀了吧。小荣，是。不不。哎呀！升天了。想得美！喂，我没死啊！圣主让我用障眼法救下你们的。圣主，我们快走吧，迟了会被姥姥发现的。你那天逻辑完全说得通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你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没感觉？喂，你看你手，还说没感觉？没。没错，说这事儿，这都过去一天了，这时间都过去一天了，我们连媚儿的影子都没看到，怎么办啊？我怀疑啊，媚儿的失踪和狐狸符有关，只是我还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要抓媚儿。我确实在府中闻到了媚儿的气味，可是那天晚上抓他的是狼妖。这样，我回府中，你去找狼妖。OK OK。哎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哎呀，还没说完呢，轻点儿。乾坤镜，师傅给的，拿着，方便咱们联络。哎，知道口诀吗？口诀是那个乾坤无相八卦。八卦无极。差不多差不多。主人，本来我想在万妖城趁玄机出府游玩之时，将玄机白狐圣主之血献给主人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杨戬，结果任务失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不听我的命令擅自行动。如果事情败露，让玄机知道我吸取他们白狐的血液，那我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过来。
马上就到血月之夜了，小的知错了，求主人开恩，不许再有任何差错。小的知道。还有那杨戬，灵山不除他，这次我要让他和那废狗一并除掉。你觉得杨戬那个人怎么样？除了帅点儿，没什么优点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跟这个男子阴阳结合，可我总觉得杨戬不靠谱。反正我就觉得他跟这里的妖怪不一样。好，我的圣主，我先去给您拿欢喜的衣服。洗澡啊，无需每日三沐，除去骚气。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看了多少？小荣，哼，你过来。我不都放你走了吗？为何还要来找我？还说你不喜欢我？喜欢我你就告诉我嘛。虽然我出身高贵，但也不会看不起你啊。爱情嘛，讲究的就是平等。圣主，我看你也是明白人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找女人的。嗯？哦，不是，是那个我的狗啸天，在这里闻到了它的气味，所以我想它可能在这里出现过，所以我就来看看。老婆，老婆来了，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藏哪儿？我。玄机啊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刚在更衣。姥姥，你来所为何事啊？你刚当上圣主，可习惯呢？我。姥姥。呀。玄机呀，最近小胡死伤四处，你现在可是圣主啊，要放下性子，要好好处理这些事情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在大殿等着我吧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关于九尾狐的。哦。陈功无效，判我无极。嗯。啊！喂喂喂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个混蛋，不在服务区，我被你两个人了！你竟然敢冒犯圣主！不是，姥姥，姥姥，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。关于九尾狐的事，如果我和男子阴阳结合，修炼出第九尾，到时候身份何等尊贵，就不会有族类侵犯我狐族。我决定和他在一起。啊！
红喜字挂上墙，玄机今天娶新郎，一拜天地。没想到你们砍头随意，结婚更儿戏。我们两个互相喜欢，一点也不儿戏啊。如果我反抗，我想你们也都未必会是我的对手。姥姥是千年狐妖，你试试喽。两个爸两个妈，拜堂之后有钱花，二拜高堂。结婚这种大事，最起码要跟我的爹娘商量一下吧。结婚以后机会很多，那时候跟你一起夫妻叩首，一杯酒两杯意，说声娘子我爱你。嗯，我说你们俩说，你竟然敢跟我说你不在服务区。你个混蛋，我在外面拼死拼活，你竟然在这花天酒地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故意把我支出去，趁我不在的时候在这里生了一窝小狐狸？我不干了。把他给我拿下！别下！走！喂，你不会以为这是我干的吧？我虽然是狼，我也刚从外面回来，但我没有理由杀他们呀。狼妖素来喜欢吃狐狸，前些年销声匿迹，本以为消停了，现在又出来偷嘴，哼！给我带下去！误会！是误会啊！哎呀！两个刚出茅庐的小子，不足为惧。住着应命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送他们一程吧。不行，我们得越狱，必须尽快找到妹儿。越狱是没问题，但是怎么越狱啊？想办法呀。哎，有了，找师傅。你别每次什么事都找师傅。那你有什么高级啊？找师傅。高级。你看啊，上次师傅出现是通过一个水来作为投影。那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一滩水，尝试着召唤一下。问题是哪有水啊？外面的兄弟有没有？没有。水啊？有尿要不要？喂你！喂！脱裤子！干嘛？嘘！你疯了你！这万一师傅他老人家闻到味儿，还不得弄死咱们俩？哎呀，我们现在连命都保不住了，你还考虑师傅？我要不是滴水未进跑了一天，我还能找你？喂，快点！哎呀！都是兄弟！兄弟！放开我！吵什么吵？四妖姬，恶心！圣主，你不能把他们放了。姐妹绝对不是他们杀的，我会跟姥姥解释清楚。你听我一句劝吧，如果真的不是他们所为，姥姥会还他们清白的。可是杨戬他没有时间了，他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圣主，让开！玄机呀，姥姥有话跟你说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我。玄机，让你尿你的尿，吐口水都吐了，我现在三分钟内说话都不能控制我自己。师傅，师傅，障眼明之镜，狼狐本一家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师傅今天特别骚啊？闭嘴！他今天差点就把狐狸精给娶回来了。他啊，好啊，可喜可贺。师傅，你就别取笑我们了，赶快把我们从这里弄出去吧。障眼明之镜，
狼虎本一家。喂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老人家别再给我们打字谜了，赶紧想办法让我们出去啊！哎，呸！哎，小爷，啊，狼虎本一家，我知道，这狼妖分明就是个障眼法。啊？你看啊，师傅说当局者迷，那我们跳出狐狸洞的事情想一想。狼妖是抓妹儿的凶手，也是杀狐妖的凶手，这两者之间却毫无关系。而今日我们入狱，则是他们怀疑我们是狼妖。哎，怀疑你是狼妖，我本身就是个狼。闭嘴，分析重点。你看啊，今天的事情分明就是我们被陷害的呀。被陷害？哦，这就说通了。怪不得我们每次狼妖遇袭都能被我们遇上，不是我们遇上，是他们来找我们的。所以说当务之急是必须离开这里。你看狼妖能够轻易地潜入狐狸洞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狐狸洞里面一定有狼妖的内鬼。哎，但这问题又回来了，这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你不是狗吗？那狗都会狗刨的呀。哎，你先刨个洞，立马不就能出去吗？啊，我真的不想再给你解释第200遍，我是来自北方的一匹纯种野狼。哎，小心，狼来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打还是不打？小心！这狗刨技术不错呀，你。玄机啊，又在想杨戬了。他是狼妖，是我们的仇人，不许再在他身上投入任何心思。可是杨戬他是清白的，他根本不是狼妖。姥姥，他俩是同伙，等明天一行刑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唉，玄机啊，你是圣主，要懂得保护狐族的子民，宁可斩草除根，也不要留有后患。嗯，你这对话挺靠谱的啊。啊，小弟今天刚巧打死经过，发现这个兄弟对我有冒犯。我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还望各位高抬贵手。走。啊！就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越狱？哼！像什么像？赶紧去通知圣主和尊老，走。报，报告圣主和尊老，杨戬他跑了。啊！把整个府再搜一遍。是。小天啊，我觉得我们必须改变计划。什么计划？将计就计。说清楚点啊，
你看啊，他们为什么找咱媚儿？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。狼妖的气味不见了，是吗？那这个味道是什么？就是那死狗妖的。也就只有他才这么蠢。嗯，这逻辑说得通。我还没想好，不过我敢确定，媚儿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危险。你何出此言啊？如果他们想杀掉他，完全可以在掳走他当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他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他们为什么来杀我们？证明他们担心会破坏他们的计划。还有，狼妖怎么会知道我们被抓起来？对啊，我在胡府闻到的中毒气味中就包含了狼妖的气味。没错，这就更加可以证明我的推测，胡府一定有内鬼，且这个内鬼身份一定不简单。中计了！是谁？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别动！我是玉鼎真人座下大弟子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执行任务。逗你玩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神经病！吓死我！帮我？你怎么帮我？帮你找到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人。哦。啊！干嘛？哎呀，来了，走啊！哎呀，你干嘛？你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色狼。谁是色狼？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跟我走就对了，走走走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但是我喜欢你啊。我能问问你为什么喜欢我吗？话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和我的狗儿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那都是骗你的。骗我又怎么样？我觉得是真的呀。大小姐，麻烦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感情又不是儿戏，哪能说来就来。我很认真啊，但你不认真啊。大小姐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圣主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也做不到，但我真的就是喜欢你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哎呀，别再玩这种烂梗了。你这样会伤害我的。就算伤害你，我也还是要说。我已经为你放下尊严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
你就真的那么喜欢我？嗯。听说你们每天要洗三次澡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啊！我这色狼，我干谁是色狼啊？你跑！狼妖欺人太甚了，我要赶紧伸成九尾，然后用心头血复活所有的姐妹，杀尽狼妖老巢。不行啊，狼妖是我们的天敌，就算你变成九尾，也未必打得过他呀。哎呀，姥姥。那我也要试一试啊！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救他吧！嗯？哎呀！现在他已经洗刷了清白，我们马上进行阴阳交汇，生出第九尾。反正我们已经走过流程了，直接洞房吧。慢！你身为一族之主，这么仓促不行啊！姥姥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不如今晚先拜堂。再洞房也不迟啊！姥姥说的对啊，我一次都没，你都结两次了。一群废物！一个小小的杨戬，你们居然多次行动都失败！属下知错了，属下不知道玄机及时赶到，不敢伤及玄机啊！主人，属下错了。还有两日就是血月之夜，如果玄机与杨戬结合，变成九尾狐妖，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再给在下一次机会，主人。下次如果再失败。你们通通去死吧！这次我要把玄机和白狐一族，还有杨戬他们，都通通除掉！看什么看啊！这次酒宴可是我们的绝佳机会，狐狸一般都不胜酒力，我去把他们困住，你去找媚儿。这就是师兄说的将计就计最妙的美人计。其实这种事就是牺牲自己的色相。好了好了，他们快去。好了。你干嘛呀？找你半天了，去个厕所。哎哎，喂喂，找你半天了。喂，你给我带什么？你别动，你给我带什么？铃铛呀。为什么要给我带铃铛？因为你是狗啊。我是一只狼。你们不要吵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刚还想问，是谁这么孙子给我设计了一个铃铛？哎，狗的领带不就是铃铛吗？婚礼快开始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是狼啊！喂，走。喂，老了。圣主。怎么了，小荣？圣主，您是真的喜欢杨戬，还是只是为了复仇？
都有吧。或许这就是我和他的缘分，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别担心了，等我生出第九尾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干嘛呀你？走啊！要走啊！哎呀，等我等我都灌醉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新年到！玄机啊，哪有新郎不急新娘急的？你这孩子，姥姥，还差一个娘子，我爱你。还要说？当然了，快点。我爱。哟，新郎官上次结巴，这次还结巴。说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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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相公是不好意思。闭嘴。你知道吗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。圣主，别喝了。圣主，别再喝了。我只喝素酒，吃素豆干。圣主，哎，别！继续，继续！
哎，不着了，爹，最后一扇门，好吧，最后一扇门，走，最后一扇门。我杀了你！Oh!
去那边。啊，走走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哎，好，快。本是我们狐族自己研制，用来抵御敌人的，没想到先用到自己的身上。黑狐和我们白狐斗了数万年，后来我爹爹定了互不侵犯的契约，才得以平静。没想到会在我手里，小荣也因我而死。师父说过，有些事情可以不忘记，但是必须要放下。放下？我怎么可能放下？智者要把放下当成进步，愚者是把放下当成绝望，所以你能放下多少就可以。
原来蜕变成九尾并非阴阳交合，而是饱受阴阳之苦。神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啊，他好啊，他没事啊。他有没有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事赶紧来救我。喂喂喂，喂，我找到那个老狐狸的藏匿地点了，在万瑶城西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有人来了。过了今晚，我黑狐一族就能称霸整个天下。一旦等我入了宫，就会掌握天下玄机。哼，到时候人妖两界都要以我黑狐为尊。老道英明神武，一统狐族。老道英明神武，一统狐族。带上那只废狗，让他看我如何附体。楚妹儿，血月之夜，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玄机，你竟然变成了九尾！你灭我狐族，杀我姐妹，今天我要跟你做个了断！哼，就算你变成九尾，也未必打得过我。
果然，白狐的血脉可以压制黑狐。我的玄机啊，姥姥从小看着你长大，能看到你做到圣主，身为姥姥死也值了。我想听你再叫我一声姥姥。金秘书，云谷咬伤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。小心。哼，没了白狐的血脉压制，谁能奈我何？你们是来送死的吗？我是不会让你和曾公孝的阴谋得逞的。
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也别想得到。江哥哥，师兄啊，你这职高能钓到鱼吗？愿者自会上钩。哎，人定胜天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哈哈哈！缘起缘灭，独留我疗伤。浮浮沉沉，缘分深深浅。情是容颜，只为故人妆。痴痴缠缠，情意真真假假。皇城高墙，伴着你流浪。谁人听曲中相思唱？替我。却总把人人遗忘，愿能轻轻入耳，声声慢慢，一曲前尘旧梦惹人叹，寻寻觅觅，人间熙熙攘攘，缘起缘灭，独留我疗伤。沉沉缘分深深浅浅，情是容颜，只为故人妆。痴痴缠缠，情意真真假假。皇城高墙，伴着你流浪。
自嘲，替我拭去前尘泪光，此情待追忆，空余痕迹惆怅，看琴声悠悠长，却总伴凉凉月光。谁人听曲中恨一场，替我问你句薄情郎，此情待追忆，天下人花凄凉，问琴声悠悠长，为何伴凉凉月光，心花都怒放，何以故人把我